大家好，前几天发了等了整整三年的耳湾建商大捡漏，那个户型呢，好地块已经被秒杀了，现在都没了。但是呢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地块，另外一个户型的带给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在耳湾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现在视频里我拍的这个是样板间，实际的地块是可以看到公园的景观的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比我之前发的那个户型的地块更好。这个呢是2700多尺，四房四卫，带大阳台，带这种侧院，另外呢还有大的活动室和双车位的车库，同时呢也包含了价值上万的厨房电器。咱们现在看到的呢是位于一楼的卧室，它在这个样板间里是以书房的形式体现的。然后在这个卧室的旁边呢，这是一个双车位车库的入口，在这边呢是一个全卫的卫浴。咱们回到他的这个大客厅，然后上二楼去看一下。你看这个大冰箱都是带的，每一层呢都有大层高。现在咱们上到二楼，二楼这边呢是一个洗衣房，再往里走呢是两间次卧和一个全浴的卫生间，双水盆大镜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。咱们看看这间卧室，从这个视频里你就能看出它的层高非常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呢采光很好。你看都是这种比较大的窗，再配上这个大层高。这边呢洗衣房带有橱柜，左右放置的洗衣机和烘干机，然后再往对面走呢就是它的主卧了，看主卧非常的宽敞。同时在这个主卧里面呢还有一个全浴的这种卫生间，它里面有浴缸，有这种站浴，而且是这种大的站浴，双水盆大镜面。整个三楼一上来呢是一个卫生间，这边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室，还有大阳台。它的位置靠近非常大的三个公园，泳池、会所，180万左右，几乎是耳湾最低的单价，森林湖的学区，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？